看看新闻网。一个月前，周杰伦放话明年一月要结婚，这个就是差不多了。恭喜恭喜！一个月之后，女友昆凌却说到现在都没有被求婚。这话有跟你一点相关的？哎，还有。那你希望他怎么样？准新娘只能透过新闻来得知婚讯。杰伦呐，人家可是已经对未来排好了计划，就等你了。我觉得结婚后下一步应该就是生小朋友。可以，健康就好。行了，在线综合报道。